彰化縣政府結合彰化地檢署共同反悔選陸續辦理反悔選宣導活動，邀請彰化地檢署檢察官以及彰化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巡查隊長擔任授課講師，強調買票賣票攏是犯罪行為。反悔選宣導活動第十二場選在彰化水利會舉辦，邀請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加縣警局刑警大隊的巡查隊長擔任授課講師，強調會以抓回選時動抓性急要犯的決心來執法。那我們希望透過水利會的這些意見領袖能夠來傳達我們彰化縣的縣民在年底的大選都能夠謹守選賢以能的這個分際不接受暴力，不接受金錢的這個賄錢，讓彰化縣有一個乾淨的這個選舉環境。過去彰化地檢署在查賄選方面的成效相當好，地檢署檢察長為彰化的民風淳朴，善良老百姓對賄選的嚴重性較無警覺，希望透過反賄選宣導，讓人民對賄選有更加進一步了解。咱的民众拢就淳朴诶，所以讲一般对于所谓的贿选的概念，可能较无了解。我们很感谢这次，因为有县政府、警察局跟政风单位，结合了我们彰化县所有的相关的，不管是村里长，或者是农会系统或水利会系统，我们希望把反贿选的概念宣导到每个角落。除了反贿选以外，彰化县警察局嘛伫预防选举暴力方面做功夫。另外，我们在防治暴力跟查查贿选部分从勤区、刑责区全体总动员，已经完成编组。希望今年年底选举不止没有贿选，也没有暴力，是一个干干净净，能够真正选贤以能的一个这个干净的一个选举。买票卖票拢是犯罪行为，相关单位将会以抓回选是动抓性急要犯的决心来执法。检举回选上关会当得到500万的奖金。中央新闻，张世良、王林采访报道。